你没事搞木料怪着，我是一个脱口木棍的。都遇到什么？人家是真的，你是真实的。田嫂说想吃那个香肠，今天我老妈带我们去包一点。田嫂现在把肉给收拾。肉应该洗呀。他那里会洗吧？这一点肉够了吧？够啊，这里找很多了。买点那馄饨皮啊，罐子牛肉，没有啊？现在暂时的下单了，嗯，给你去哪捡个了？发信息了，信息我拨给陈楠了，跟我聊个了，给我下个星期去退学了，给老师帮我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带个学校去了，我去说的应该人，这条是吧？对。这条给他拿回去吧。行了，洗好了。给我侄女穿，昨天也给了她3条，现在去搞香肠去了，走吧。那我也去。今天我们这里赶集，去逛一下，顺便做一点香肠。什么？点酒啊？拿去煮吃，拿回家去。哎呀，别吃了，我不吃的，他在这吃，别吃了。我。啊。走。没事，走。买个那个毛衣去。那么贵的呀？啊，快走吧。啊。快打到你去了。田嫂现在跟我妈去买点那个馄饨皮，昨天包的那个馄饨还有点肉馅没包完。拿拿，赶紧上去了。那是甲虫，甲虫啊！我都带给你个。你要给尝18针、9针那个，这都是水里个。那啊，灌好了啊，这边灌这个香肠的话。自己出肉，他就出点肠子，出点手工费，是2.5块一斤的。我是这个是花了9块钱，现在再去找一下田嫂他们。田嫂又在买这个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是年糕是吧？我早饭都没吃，现在都中午了，去买一点油饼吃。这赶集的80%都是老人家。阿伟哥，1块3个，拿3块钱干嘛？3块钱买了10个。啊？鱼香你没有啊？掐过了。没掐。我等下压个烧烤。啊。我老妈买完东西就回去了，平常就喜欢吃这个糖，吃上瘾了。这个好好吃啊！像这个油饼都这个。这个香肠怎么弄呢？像八根那样子弄。我已经有这个袋子是吧？嗯。哦，就这样子啊。对啊。我能摸一下吗？这皮很薄的。嗯。现在就挂起来。嗯，这样挂起来就可以了。但是里面没有辣椒啊，啥都没有。它放了。放了。那些料它都给你放了。哦，放了不好。嗯。辣不辣？那根不是很辣，放没放多少。田上买的这个好吃。
还像锅巴一样，那里面还包了折耳根。折耳根。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嗯。这什么东西呢？这是那种艾草。艾草吗？嗯，和米饭在一起的。嗯。好吃。那里面有折耳根，好像还有外婆菜。嗯。嗯，这东西好吃。就像吃锅巴一样。这就是锅巴，原来好吃。嗯，多少钱呀？3块。这一个都吃饱。嗯，挺好吃吧？嗯。吃完再把这个上床晾一下。嗯。